你知道这个在拍卖的时候卖多少钱吗？多少钱？300万台币。就滴滴！哇，好久不见呢，哦，真的很久哎，多久没更新了？两三个月以上，代表说最近歌比较不闲了。这是什么话？是，你开始不闲之后啊，就滴滴没有更新嘛？哎，我就闲了。所以你是希望我闲还是不闲？偶尔还是闲一下。我们这次的主题比较不一样，没有游戏。洛克有跟我分享一个东西，就是你有点打给我嘛，你说哥，我最近看到一个东西，你要跟大家来分享。因为我知道你是球鞋爱好者，爱好者，你可能有好几面墙的球鞋，在清理球鞋这件事情一定是非常辛苦的。我这样一穿完之后，我都会小小整理一下。那一般我们可见的就是，比方说脏的时候，你会拿橡皮擦、湿纸巾、牙膏，或者是那个科技海绵。科技海绵，但科技海绵我试过，好像没有那么有用。所以今天我决定要帮你一件事，因为你这样子清理球鞋太辛苦。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出去可能下雨，可能踩到水啊，鞋子就要清了。你有时候真的穿上蛮屌的球鞋，然后出去下雨，哇，真的是疯掉了。所以今天，我帮你准备了这个。是什么？鞋子防水喷雾。这个我看过网上有好几个哦，你确定？我看过有日本的，然后美国的，我就是还没有办法下手。89块。Hello。从此之后你没有再清球鞋。89块，你觉得这价钱是可以的？就它的成分就是可以帮你的球鞋一个保护膜。从此之后，不管下雨天还是你要去泥泞，鞋子永远不会脏。那么夸张吗？很猛。所以今天我们决定拿你的球鞋来测试一下。Hello。我的球鞋，因为你球鞋比较多，我的如果失败了，我就没鞋穿了。可是你的如果失败了，你还有别的鞋可以穿。我觉得你打算的蛮好的，难怪那几天一直联络我。哥，快点，有球鞋吗？OK， 走，我们来挑球鞋。我们一定要挑一双屌的。好，来。哇，太多选择了，太好了！现在是要介绍球鞋，还是要用防水的？防水，防水。你的企图让我感觉好像我要介绍球鞋的感觉。我们要用你的球鞋介绍防水的。对。买一双破底啊！真的，我看到你的球鞋，我真的觉得你对球鞋的爱太深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子每一双都要这样清洁，真的太辛苦了。我球鞋我穿过，对不对？这算脏的了。这算脏？那其实我都会很小心的去顾它，这穿好几次了。但我能理解很多那种穿好球鞋要求婚的时候，他会把球鞋脱掉放旁边，再单膝下跪，会折到啊！这样折很痛哎。很痛哎！我们来选一个适合拿来喷的，我们选一双你很喜欢的，好不好？神经病哦！这样你就会知道说，哦，原来这个东西这么神奇。很喜欢的，那我应该转怎么转？走啊！我这里还有地方，还有别的地方，还有地方。这边的不选吗？不选，我很喜欢的在这边。这些不能选，不能选，不能选。哇，每双都不行，那这一间总有可以了吧？这一间。基本来说更不行，怎么选？我来选一下好了。这双看起来比较普通一点，这双看起来算不行啊。你干脆说这个好了。毛的，借由这个机会介绍一下神物。哎呦，巴黎 Dunk。哦，巴黎 Dunk。你知道这个在拍卖的时候卖多少钱吗？多少钱？300万台币。就它了，就它，不行啊。然后这双是上次 Neighborhood 台北开幕的时候，我穿的这双鞋，伦敦。这双多少钱？应该也是要60-70万，但我那时候没有买那么贵啊。走吧，那我们就开始。也不行啊，神经病啊！我还有一个地方。好，走。哇，太难选了，太难选了。哇，刚刚那边真的不能选，比较常外出的球鞋。哦，平常有在使用的可以。这，你确定？这皮的怎么还就防水啊？我常穿呢、欸，不是常穿的问题。打高尔夫球穿的、欸，这双买就防水。那双有毛的，这个好测试，这个好测试。这双被网路骂，他们说这个很丑啊，很好看呢、欸，你可以自己修毛哎、欸。哦，那会长吗？还会啊。这个 Garmin Feels， 对，最近刚联名的，直接用它测试。好，就它了，不啰嗦，直接来测试一下，就它吧。平常有在穿，所以呢，你只要把它喷过之后，你以后穿都不用怕了。好，那我们来测试一下，走。哦，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了。真的假的啦？这个真的非常好用，很神奇，看清楚了哦。有没有感觉到？我感觉到湿。他说要放多久吗？不用，立刻的。立刻的。我们先用防泼水测试，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。有没有？喂，哎呦，
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有水珠在上面，再看是，来来，哎呦，哎、欸，可以耶，没有虎烂吧？我试试看看。干的，我觉得蛮屌的，这个东西好东西哦，是好东西耶，我看看是不是？哦哦，你说防水的对不对？确定，确定的，来，给大家看一下，里面都是水啊，非常多水哦。因为洛克说这个防水喷雾很有用，我们来测试它到底有没有像洛克说的这么厉害。Another bad, whatever, regret, gonna follow the dog, gotta make a cigarette, use a cocoa culture to make